crazy， 帮下帮下帮下，兄弟，直接，我这把直接蓝开帮下，对面应该红开的，他们打野还没上，他们上单还没上线，应该是帮了。他是 F 六开的。还能留吗？哇，不走位啊！这个闪现很细节，这个闪现闪的太细节。要是闪慢点，被露露大招弹起来击飞，破败王接个大可能就死了。但是我提前闪了，那大招控制没有接到。打吧打吧打吧，破败王上来了，破败王，哎，他要先拆塔，哎，刚才是不是 A 错了呀？怎么这都打不掉他被动啊，好奇怪啊，这波哇靠，我想骗他闪，他竟然不交，凭什么？
控制链拉满了，这波距离不够啊。这他妈是什么满血了？好的好的，我操，被控死了，我是李哥，我靠，对面长大了，呵，这也敢接。妈的，对面这也敢接，疯了吧。我操，好夸张啊，这英雄。啊，我快嘎了。把他玩死了，我靠，笨的一，兄弟真离谱呀，这英雄谁是嘎啦，那不明显 AD 是嘎啦吗？还能谁是嘎啦呀？哇，加分怎么越来越少了呀？这把才加22，我什么输一把都22呢。那对面打野玩盲星的，我操，韩服千分啊。他这把抓人，前期抓人确实抓挺好的，抓的没啥问题。